五百元挑战一周晚餐，妈妈私房菜单好吃惊。看他这个菜单，他应该人缘应该不是很好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整个晚餐的菜单让他实在太鹤立鸡群了。为什么又来了一个中筋面粉？最后的200克要用掉它。哦，我真的又感动了。我们也来。其他的人可能都省到钱了，可是他却给小孩子一个永远的回忆。你等一下如果没投他，你真的这段白。